学习那个古印度梵文呢。要过登录。要吃素啦！现在要倡导吃素啦，素食防疫、防新冠肺炎，环保防住环保救地球，要提倡吃素啦，提倡素食，提倡素食，素食。很多个主题，你看，就等于很多个资料夹，很多个网页，很多个网页，很多主题就等于很多个网页。那这个就是连接到网页的按钮，手机程式 APP， 你看，很多的连接，很多的超连接，那个就是好像资料夹。它就是像网页的超连接，很多的主题的，很多主题的，你没有量的跟有量的，有量的才六个。没有量了，那么多个。哦。